好，三二一，下面这位，啊，佩妮这个天后，我们一定要天王级的人物，掌声欢迎的是黄晓明先生。你怎么穿那么少？你怎么穿那么多？你可以脱下来让春春穿一下吗？不好吧，还没这么露骨呢。来，跟媒体朋友跟春春打招呼吧。来，生日礼物，谢谢。就这样，有点小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生日礼物。有带来了。这个呢是一瓶红酒。好。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。但是它是一瓶法国的红酒。出自一个还蛮有名的牌子叫 Latour， 就是还不错的红酒。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特别的地方呢，他是1984年生的。哇，好有心啊。所以呢送给你做生日礼物，也希望你像红酒这个名字一样红红火火，越来越棒。谢谢谢谢小明，你是最棒的。谢谢。好，春春来回礼一下。他我之前也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好到什么程度？我忘了怎么认识的。对，我也忘了好到怎么程度。这个问题没有问你了，我问春春就是你跟小明现在就是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反正就是经常跟他开玩笑啊什么的，然后有时候会去 K 歌。是。他也非常忙，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会出现，因为他也在拍戏，对吧？所以就辛苦了，谢谢。其实私底下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。好，来收到了几点。那我们也希望，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可以合唱一首歌，以后对唱一首歌。因为上一次其实有合唱那个《掌声太阳》，是，所以觉得其实感觉还挺好。希望以后这样举办。是，那小明，那个321广州的演唱会，你最希望春春在舞台上面做什么样的表演，让大家一辈子忘不掉？你自己如果把自己假设成为一个普通的玉米，你希望你心目中的偶像那天晚上怎样？陷入了沉思吗？啃100根玉米有点多，不太好。那希望他给我们秀一个比较特别的舞蹈。舞蹈，他现在已经跳得很好了。修一个比较特别的，他自己独有的小品才艺，小品，魔术。你的意思是你要表演吗？没有。这个问题真的很难了。对呀、所以你要不要再次考虑一下？然后呢，考虑好的话，我们会通告媒体的。走钢丝，然后让他弄一根钢丝，然后是从台上连到观众那个地方，然后让他从台上一直走到观众。是，好吧，就走到大家的心里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会谢谢练习。好，谢谢小明，今天在百忙之中呢，能够来参加春春的这个发布会和庆生会，好吧？也祝你越来越迈向国际啊！你也是，我比较难一点了哈。谢谢两位，来照相，来。小明跟春春一人拿着，来麦克风给我吧，拿着玫瑰花跟红酒，让大家来见证一下。好，来，可以，两人可以不要这么彬彬有礼吗？从左边开始，左边，好，中间，右边。谢谢小明，拜拜。哇，他永远都是那么的。来，你可以学他一下，他的那个每次面对媒体照相的时候那个经典的面部的那个角度嘛。
笑的没有那么的灿烂，是吗？对啊，酷一点。就是开始中间，中间。我哪会啊？不会啊，就是很谋杀飞灵吧？啊，反正就那个意思嘛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这个第二个礼物你满意吗？满意。满意，好。